三个姐姐，助理助理对，然后其他的就是私生。也没姐姐了。我们这边好像应该是要贴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对对，贴好了特别好，这样的话就容易数落。太有面子了。那个礼物提供礼物集资的人的名单在白盒子里面，就这些人花的钱。哎呦。黑色带的，对，椅子。哦，这边是。可以在这坐一下。百万左右，怎么送书啊？谁送的？谁送的？是那种很喜欢看，就拆下黑盒子。对，黑盒子，这黑盒子，这个燕窝要改一下了，好快，这是完全跟姐姐一起。我愿意。
叫啥？谢谢，你看我那个，没有问题。我有直接再坐下，然后再坐下。对呀，别跪着，膝盖疼。稍微哎，镜头转过去。对呀、啊。哎。那你自己来吧，好吗？可以吗？学习。不要。就这么走他。这个我一看着，还想怎么样？专属演员椅。龙椅。还有那个伞可以搞。前面把伞打开来踹了，踹了一晚上真的。我好累啊。我也上不去，搞龙椅上。社会。好，那个的。精忠报国。别丢了，开启公共台位。哎，小心，小心头。啊！哦，妹妹，我靠，九九哎，有点心动，有点。这个是什么？